全年度篮球运动联赛公开男子组第二级的冠军争夺战，而这场比赛呢，就是由屏东较大对上的是北师大，北师大就是台北市立大学，现在我们称之为是博爱校区。没有错，这是前身是市立台北教育大学哦，那他们在今年来讲开始出赛是台北市立大学博爱分博爱校区哦，那当然。另外一个就是天母校区哦，那今年比较特别是博爱校区一路挺进到二级的冠军赛，所以他们已经取得了四强门票，明年是从公开级来打比赛哦。那反观天母校区呢，今年打得不是很理想，他们要掉下来二级进行比赛了。那我们现在看到先介绍的是屏东教育大学哦，他们其实在这几年来讲哦，在一二级也是浮浮沉沉哦，那当然。教练林家宏教练他们在整个带领方面是蛮辛苦的，因为你在南部的招生上面不是非常的有利啊。这也是一个很现实的一个问题。确实，这其实我想不管是在哪一个层级的比赛里面哦，都很明显的哦。不过我们在前一场比赛有聊到，包括一所大学，包括高雄师范大学，其实这今年来讲的表现都不差哦，所以。南部的学校其实，包括屏东高中在高中的表现哦，我想也是让球迷看到在整个南部的一个表现来讲是可以期待的。现在正在介绍双方的先发五人，那么包括了在北师大学，我们看一下这边有五号、七号、九号、十二号跟十七号。那么在正中，我刚刚看到五号跟七号这两位都是目前在台北师大当中是攻读研究所的，他们原先是辅大毕业的。对，黄长廷跟谢元成过去都是辅大的校队哦，那考上了研究所之后还代表台北市立大学博爱校区出赛哦，那两个人也挂在助理教练的位置。其实。这是一个蛮特别的情况，在大学我们现行的规定里头是以年纪作为门槛，所以有些球员在大学跟研究所其实他代表的学校是不同的。那么现在看到是成功大学的教务长林清和，那么他也即将为今年102学年度篮球运动联赛公开男生组第二级的比赛的冠军战来进行开球。那么刚刚他只是来示范一下哦，裁判也跟他示意说，我们可以看到哦，还是要再强调一次哦，成功大学在这一次的赛事的举办方面，他们其实对于场地方面的提供的资源，给予大安体总的资源其实是蛮充分的哦。那当然，这个其实，在大学里头，我们都知道，你的比赛，除非你找到，比方说冠军赛的时候选择在新庄台北新庄体育馆、新北市新庄体育馆，否则的话，蛮多都是在学校里头打的哦。那成功大学男篮其实。已经打到公开一级了哦，那在整个举办赛事方面，我想今年，尤其观众朋友在今天的比赛里头看到，这场地算是蛮有历史的，过去也包括举办过蛮多比赛啊，甚至甲组 SBL 比赛都有啊。那么这场冠军战呢，也在这边展开了，穿着白色球衣的，现在在进攻这一方的是北师大，那马上在底线切入取分。郭宏源这个球切进去，抛得刚刚好啊！穿着绿色球衣的是屏东较大，马上选择在外围做三分投射的是66号，也是他们的队长谢坤宏。谢坤宏过去在高院时期都是主打禁区啊，当时他是跟柯敏豪是队友，那现在我们看到他在屏东教育大学，在教练的一个指导下，现在都要拉到三分线外做出手了。快的呢，又带入上来的是四号的陈俊宇。陈俊宇过去是南山中学的球员嘛，其实这两队都有南山的球员在里头，甚至我们看到林家宏，这样本身就出身南山的体系哦，所以
在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学校其实他培养出来球员蛮多了，陈俊宇这个球员的速度，他的一个突破性还是存在的哦。北师大篮底下的攻击，陈坤宏瞄了一下，还是决定交给外围，犯规边线球。开局目前是屏东交大领先两分，4-2。陈世杰的三分命中。我们看到他这个跑动配合，他空手跑动之后出来机会，陈俊宇送到手上，其实很轻松，而且他直接把球给命中。他们这样子的一个搭档，其实在场上其实默契还蛮够的了。孙成佑在内线的单打尝试没有成功，哦，这球放短了。还是在屏东交大的手上，陈君瑜带开，哦，他是左撇子。对，看到这个中距离的跳投。9-2。屏东教大将这个拉距哦给拉开了，有7分的领先。往中路做切入，这个球，我切进去压着身体打，虽然他不是顶高的，但是他这个对抗性够。目前他攻下4分。田石华比了一下，再回给陈俊宇，中路一个大空档，晃一下，还是看到内线的空档。两波的进攻都是在屏东交大手上，哦，我差一点又被这个谢坤宏给点到，直接送到前头的郭宏源，这球可惜了。不过这个北师大只有一个人在面对到对方那个屏东交大，回防很快。对，我觉得现在还有一点就是说，在整个攻势上面，过去强调以多打少，现在已经逐渐式微，以少打多了，都要抢那个速度。所以我们刚才提到，平教大他其实他的退防很快，他不会让北师大太容易出手的机会哦，不让对方抓到漏洞。我们看到防守，陈俊宇这个球真的下手够快哦。谢坤宏，谢坤宏现在打的动，他的体型跟他的动作其实有点不太对称，他不应该打得这么阴柔才对啊，他应该打得更强势，往里头去打才对。他应该是要往人堆走，而且他不是远离人群。但是他打得太散了，对，打得太像射手了，球队可能需要是要他往里头去打。陈世杰这球没有命中，北师大误，小心哦。没有人防守，选择三分出手，太震撼，短了。陈世杰掉了个大脚，给到中路的田石华，也吸引了防守。对，这个球的出力其实就蛮冷静的。平交大他们其实在整个球的导传方面哦，到现在为止虽然说没有办法有太理想的情况出现了，但是至少在球的转移方面，我觉得都还蛮理想的哦。能够取得领先也是有他们的优势在啊。13-4，9分的领先。北师大推进的也很快，17号的郭宏源目前已经攻得6分。其实，在破这种全场的防守时，我想北师大他们的球员都还蛮有经验的去破解掉了。谢坤宏，这是我们要乐见他的动作，打内线。但是他这个球送出去，队友拿到球时间就到了。他可以直接背框就上去，到位置的时候就上去了，左勾右勾都可以。其实我觉得他可能一直想要做的就是一个可以做到分球跳投的前锋的动作，但其实以目前的情况来讲，他打中锋的动作打好会比较好。
下林凯安。四分的差距。第一节进行了一半，剩下五分钟。在一个同样位置，这球没有碰框。对，这个其实对光源来讲，照理说不会是很大的问题，但是出现了个三不沾啊。哦。这边我们看到陈世杰的一个外围投篮。陈世杰第一节已经攻下了八分，那么其中有两个三分球。给到内线被识破，北师大，哎呦，自己选择了在弧底的三分。其实薛仁成这个球，大概全场没有人看得懂，是他自己懂得要出手。这个节奏其实是完全的不同的，就是说太过于仓促了。我们不能去评断你对或不对，但是我们只能用最合理的方法来解释说，这不是最好的选择。对，这个时机点还蛮妙的，然后出去之后是一个直插球啊，根本连得碰到篮网，这不太理想啊。他大可以再缓下来打。看到这边陈俊宇推得很快哦，直接送到对手手里，平时把得分哦。陈俊宇确实是这几年平交大不可或缺的灵魂人物哦，他的防守以及他的进攻推来讲的话，算是非常理想的。他也曾经上过一集去接受到炮火，但过去在高中时期他打到全国，而且看到谢元成的一个投篮命中。予以回击，双方现在差了六分啊。谢元成呢，也是让整个北师大佬在三分外线呢，终于有所起色。这也是我们所说的这个谢坤宏啊，他所拥有的一个优势，就是在内线。你看他的个头，外加他身材的厚度，而且他有这样的能力，要多去善用。包括你这样善用了，吸引了对方防守，你的队友在外围的空档也会变得更充裕的时间可以来做准备。他都等到对方的包夹过来的时候要去做到分球。其实你一开始还是要选择到强行的单打，就像我们在第一场比赛的时候主播讲，你本身要有得分能力才能够产生破坏性，产生吸引力，你才去做到分球。如果你一开始都没有去打而去做到分球，除非是你上高位做转传，这个球是合理，不然的话对手其实都不用担心你的进攻哦。来讲完，他也成功了一个超截是谢坤宏，而制造外围有着三分机会的是林阳轩。林阳轩这个球，林阳轩来自泰山高中的球员。其实平交大他其实在板凳方面，应该说他在后场方面的储备的战力都不差哦。都比较如果他们上一集比较担心的是说他们的个头都不高，他们的后场其实高度不错。我北师大他们在哇，看到谢云成追球上面哦，速度真的很快。在骑没有，他刚才这个地板传球的创意就真的很够了。胯下这一球我们就看懂了，他上一球是没错没错。但是这一边哦，平交大让大家知道两分最可爱啊，洗礼两分最美丽。这几年林佳宏教练到了南部耕耘哦，到平交大这边耕耘，其实也渐渐收到成果了哦。这算是比较少见哦。过去他在北部地方，包括打球、念书哦，但是却选择到平交大。其实我觉得南部的一些、中南部的一些学校，他们其实都很乐意在这一方面。对。包括我们看到成大主办的球场的成大也是一样，当然他们在招收方面的学生的成绩的学业要求都比较高的哦。漂亮的一次单打，取分的是孙成佑。虽然说体型是比较单薄，但是看他的脚步跟动作很灵活。对。
也要靠着就是这个盛昆凌的积极的抢夺，让他的队友才有这一次制造犯规的机会。陈天赐来进行两罚。现在北市大学他们已经来到了一个加罚状态了，已经有团队犯规已经来到了倒打了五次。对，这确实是他们比较担心的地方哦。你第一节其实被对方平交到，他其实把分数逐渐拉开，而且你的犯规又比较多、哦。那如果今天你的主力的犯规的情况麻烦提早出现，你后面就更难打了。好球的时候，旁边对他这在前防守其实差一点就成功了。北师大做个人员的更替，将他们的八号球员换上来。18-27，掉到外围大空档，有充裕的时间做准备。对，这一球我们看到，亮轩已经在外面做要球的动作，队友送到，我们看得出来，这就是转传，但球的移动来讲都非常的理想哦。你的射手已经等待在旁边了，那你球送到就能够进。没错，亮轩已经功德了6分2分。我有这个球，我们看到他的长传哦，林教大。确实哦，在第一节里头，我们看到他们整个火力的示范是非常的凶猛的，有内有外，有快攻，也有慢打，有进算。分进，还有一次罚球机会。这加法也没把握，12分的差距，很快速的在进攻，空中有停滞的时间，同时也造成了对方的犯规。回答，目前他已经攻得了5分了。其实我们可以注意看平交大的阵容，它并没有很高大，但他们整个团队来讲的话，在配合度方面以及他们的默契来讲，都算蛮成熟的。北师大推进速度相当快，就是停在外围的3分。哇，想得太简单了。王长平直接把球抄下来，发动快攻。哇哟，速度快到直接去撞到场边的麦克风。是，记得当你在快的时候，麻烦你要把你的刹车给带上。回来，我觉得他们都是全力以赴去冲啊。他也有两次罚球的机会。黄长廷跟七号的谢元成哦，这两位都是目前在攻读研究所，那么他们同时是球员，然后也是这个助理教练哦，也挂名是教练。可以可想而知，他们不只是自己要在场上打，还要同时教导一下学员。其实我觉得北师大，坦白讲啊，在他们两位来到之后，战力补强是很明显的。北师大不外校区啊。三个球都送出来，送到外围。这两边可以说是肢体碰撞不断。其实我们看到今天的比赛决赛最后一天的那，不管有没有机会进四强的球队，进一级的球队，其实都是全力以赴哦，即便是女生也一样。
这个位置就好，到这个位置就好啊、哦。发球，不管是前面有没有，你都不管哈、哦。注意听哈、哦，像这样的方式，球发进来呢，啊、哦，球发进来了，这两个往里面跑。你跟昆凌，挡昆凌来接球。哦，懂意思吗？哦，挡完昆凌。从下面。对啊，你上挡啊。好。走、啊，如果他罚两球就进了，两球进的话就是做这个。哦，啊，一打假挡就丢了。好。哦，这球如果一败一败的话，丢给一打去接没关系。好，懂意思吗？在第一节剩下最后的3:06的时间，北市大学跟屏东大学，屏东教大在第一节剩下这3:06的时间，双方已经有呈现出一定的一个差距了。但是利用这个罚球之后，看屏东教大呢会出现什么样的一个战术的演练呢？3:06的时间，所以我想。以虽然你们过去的训练方式里头知道说，这还要分球进跟不进的情况下掌握，这瞬间的判断是很快，因为时间太快了。那现在是球进，进了之后怎么样来布阵？快速的带过，而自己选择投篮。是林洋轩决定自己出手了，也是可以啦。那既然没有人防守，还是可以这样出手了。因为毕竟是3:06，如果有10秒时间，可能还可以打一阵子，还可以再打一次哦。对，34-22，那么屏东教大在经过了第一节的比赛之后呢，是取得12分的领先。教大对上北市大，这两队呢即将要争夺的是今年在102学年度篮球运动联赛公开男生组第二级的冠军。那么这两支队伍在第二节的赛事也展开了，不过在屏东教大在第一节的时候，他们的火力可以说是全开哦，单节也是攻得了有34分哦，也是来到30大关。刚才看到他们防守做起哦，像现在这样的情况屡见不鲜啊，迫使到北师大翻快翻失误之后去打快攻哦。哦，北师大在篮底下可不是省油的灯呢，想要过他们这一关不容易。对，看到这一球黄长平的一个分球，应该说他不让球在手上停留太久，箭头出去之后送球到之后去进攻哦。一个偷溜，差一点能够成功。很明显的可以感觉出来，谢昆龙现在打法想要非常的省力啊，嗯，用传球就能够帮助到队友。走啊！哇，华裔达速度很快，原本还看他在右侧边，马上又到了中间。对，拿到球之后直空篮筐哦，这整个速度来讲是很尽全力的去奔跑，没有提过，
对两队而言，没有人想要拿着亚军奖杯离开哦，都是想要拿到冠军呢、啊。这也是一场南北战争啊，南部的屏东教大对北部的北师大博爱校区哦。都想要为该地区争光。两罚都中，拿了冠军跟亚军回学校，老师对他们的待遇就不同。当然是开玩笑，我相信他们这么努力哦，在为学校奋斗，那学校老师也都知道了。哇，看到这球，这个球上进之后还有一次加罚机会，因为待会如果有慢动作看一下，应该是手是直接赏了一个巴掌哦，从他脸上面打下去了。就当对方的这个手打下来的时候，何以达拖着对方的脸的手掌直接进攻得分哦。其实他的速度真的是非常的快啊，但重要是稳定啊，你最后那个放球的时候能够把握得住，这一点我觉得其实是不容易的。目前已经攻得了12分，哇，在篮底下其实两边都不妨多让，因为呢，在内线要单打的这一位都会面对到不是两个人防守，而是三个人的包夹。当然，在体型的一个厚实程度上，平教大是占到优势，而且平教大整体哦，我觉得他们成熟度跟经验还是比较高哦。谢坤宏掉大脚埋伏，是林阳轩又回到他手上，哇，想要快速传导被识破。九号的这个盛坤林呢，要伸手捞球，被裁判眼尖给抓到了。我们看到第一线的防守真的够你，而且很有压迫性哦。陈杰这球缓下来给陈俊宇，这波的进攻打得比较复杂了。内线的转身一样是面对到两个防守，对，我们看到平教大在确实在整个防守上的退防是非常的及时哦。北师大其实是想抢快，但是他其实压到最里头的时候，他切比较深，你变成往上攻的时候，其实我们看到平教大在退防上面以及对球的压迫上还是蛮清楚的哦，摆脱不了了。你想要，你也没有做脚用做去骗取到这个时间差也都没有。你一挡到底去攻对手，其实也猜得到。陈世杰，这已经是他单场的第三个三分了。非常管用的专职射手。嗯。一条边的往里攻，孙成佑。哦，我们看到这一球传得妙，盖得更妙。陈俊宇跟陈世杰是双层要配合一个空手切哦，结果陈世杰一起来的时候，孙成佑就把他送出去了。这其实这个空手走位是蛮理想，但是因为大个人在里头已经等待很久了，只能怪时机不对了。里面不行，谢坤宏。谢坤宏真的可以制造一个有效的一个进攻点，让吸引对方的防守。我刚才看到陈中华这个球，他可以说是非常有活力的一名球员哦，以他的高度去守到外面，其实防守方面是蛮占优势的哦。
分哦。这球就打得很有耐心，而且真的是到他该出手的位置了，再传下去时间就到了。陈俊宇觉得很不可置信。这边屏东教大也做个人员更替，将田时华换上来，然后呢陈天赐给换下场休息。北师大场停，拿到球就起，没有。漂亮的拨球，得分的是田时华，一上场就取得两分，也要感谢他的队友谢坤宏的一个漂亮的拨球。就想这两队一个很明显的差异是平交大的球员的成熟度还是在北师大之上啊，这其实可以看得出来哦，他们在球员经验方面哦，高年级的球员他们本身的一个成熟度啊。看到田时华篮下这个球直接拔起来左手投篮，以他的高度要打进去里面是比较吃亏，但是他可以利用到他的拼劲速度以及他的斗志去弥补到他身材上的不足哦。一个high low，防守这个时候已经是占据一个劣势的状态了。对，想要打高低位的搭配哦，但其实球的处理上不是那么容易啊。北龙教大底线，哇，直接发进来，直接是塞进他家门了。这真的是北师大球员在防守上没有交代清楚啊，还没准备好。对，结果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啊，平东较大的后场哦，陈俊宇跟陈世杰两个双层的连线其实打得蛮理想的。对，而且他们在处理球上面就很明显的优于北师大，对，不温不火啦，他们并不会很照进哦，我觉得这是经验值啊。那当然两个人也把他的专长发挥出来哦，陈俊宇的防守传球，那陈世杰的投篮哦，其实过去上一集的时候就是这样打的哦。那当然我们也提过他们的个头方面是他们比较担心的地方，因为陈世杰这样的条件他投篮确实是非常稳定而且很准确，但如果他今天碰到是比较高大的对手来讲，他是不是能够摆脱这个一回事，但至少看出来二级这一块来讲他还是有相当的优势在哦。再交给陈世杰，直接从中路的骑马射箭，他真的投开了，已经不是只有，这是我们要讲的说一个好的射手他即便三分球够准，他也不会拘泥于只投三分球。没错，他会带进去，去选择到中路突破去投篮。这是一个三分打，光第二节就八分了，加上第一节十分，已经攻得了十八分，打得够强硬。哇，这边看的是郭宏远啊，球都不断送到他这边去打。陈世杰拉出来，又是一个三分，真的点燃了他的投篮手感啊！北师大也没有对他有太过压迫的防守，让他在整个投篮上去掌握到他的节奏 ，catch and shoot 一拿就出手了。在争夺的同时，我看一下，这是谢坤宏。来自南山中学的球员哦，在北师大方面，我们可以看得出来，他担负到很大的一个进攻责任哦。
大概可以猜得到他会选择这样的一个。宣城这个球他其实都没有打算说带进去打的，对，他就是直接出手。不过这个球他抓回来之后是踹进去了，因为这个时候这时候往里头攻。我想刚才主播讲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我相信很多人都猜得到谢文成又选择到三分线出手，因为太明显。那或许他对自己是很有自信的，但我认为其实他大可以不用这么急着去仓促出手。裁判认定在这个屏东较大的部分防守啊，并不是手去打到对方，而是在脚的部分有做一个顶人的动作。32-53，刚刚他应该罚进一球，所以应该是31分。哇，这是一个进攻犯规哦！黄长廷很巧妙制造到这个局面出现哦，他知道哦，最后这就是防守经验，他知道说对手会去对他进行强攻哦。距离上半场结束还有3分54秒，那么现在在场边是由屏东较大来叫出了暂停。犯规根本 OK 了哦，吹了就吹了，没关系哦。好、啊，我们尽量动。我们刚讲过一件事情，教练问你们可不可以上场，你们说可以，你们每一个人都举手说可以。教练允许你们说，如果你身体真的不舒服，你举手，教练也会让你下来。我们是要所有的人来分担这一个球赛，我们这样子，不要让，因为我们的小高就吃死他了，懂我意思吗？哦。那正常，好，其他地方，人家现在注意你，哦，所以外面有空档先送，哦，懂我意思吗？好，来，我来叫来，暂停回来是由北师大来掌握这波球权。22分的差距，这个单打身体还是太单薄了。孙成佑在面对到这个谢坤宏，哎，不过很够机灵哦，把这个球给要回来，没进。接下来我们看到领先的。平教他们还是把先发摆在上面了，主力球员在摆在上面，他们打的是还是蛮积极的。我天师华这个球确实在整个动作上哦，他的勾射能够去弥补到身高不足哦。又被拨了一下，这是屏东较大的成功防守。屏东较大也是。够积极的，领先的分数这么多，然后每一刻的进攻就跟他们开赛的第一刻一样，如此的积极。但是两次的直接想要传到内线，对，其实我觉得林佳宏教练还是希望他的球员在场上哦，你照正常的节奏去打，你不用去担心说领先，不用去想说我领先那么多要慢慢打或松懈打，不需要、啊。看一下时，他应该是要让这一批主力打完半场。嗯，哇，这球可惜了、哦。谢凤龙的传球其实是蛮到位的。从右边倒到了左边，自己做了两次换手，哦，没注意球弹到他自己身上。陈俊宇的刚才这个运球，这个盘球其实是真的有那个能力，他的整个动作跟。速度、体能都展现出来了、哦，不过其实最后没有摆脱掉一个很理想的空档。我们看到这边谢云成，所以他往里头打还是蛮管用的，并不需要去强很坚持的投外围啊。
他的转身上篮又收到分数了。不过他的打法确实让我眼睛一亮，就是完全不照谱走。不过这也好了，因为别人猜不到你下一步要做什么。不过我觉得北师大的教练应该也是都很清楚的知道说这些球员们，哦，他当初让他们这我想来学校考进去之后去找他们来，用意在哪里哦？因为他们确实没有一个很高大的，他们没有很高大的锋线群，他们需要是像这些有经验的球员去帮助到这些比较年纪轻的学弟哦。就处理的有点复杂了，也切得太深了。应该我觉得是说，还是想每一球都往里头去打。你不行的情况下再传出来。问题是平教大的防守是很有经验，他根本就没有动。哦，你球出来，其实你也没有传到很好的位置啊。谢国龙在高位的情况下会产生到哦，你会让禁区里面空出来。你没有打 high low 情况下，你上去 high pick。陈俊宇可以直接带球进去哦，而且先锋红他的作用很大，包括如果他自己一个人持球，当然呢他的攻击性很强大，但是呢像他几次的这种，就像丁尼哥说的，他其实没有持球，或甚至他只是把自己拉到了一个高位，然后他可以做一个挡，如果没有挡他持球的话，他的分球视野也很好。对，这一点确实是他的作用，他并没有很坚持在禁区里面打，对不对？当然，在现行的篮球的趋势里面，中锋他必须要有良好的策应能力，因为在整个战术运用里面，他已经不像过去说你非要重在里面硬打不可了。外围尝试，陈中华没有哦，马上一个超截，再慢，真的已经平常谢坤龙打的已经够慢，现在更慢了。中华甩开，骑马射箭，这两分给拿到，四分的进账。场边叫出暂停的是北师大，59-35。宁可让他做什么切，也不要在外面投篮。但是呢，我们就是要去补位。宁可让他切，也不要让他站在原地投篮。让他活一点，要活一点。哦，等一下回来一样守一个。哦，如果他24秒攻完，我们就一波24秒。如果他急攻，可以的话我们也可以，也可以快。哦。暂停回来是由北师大来取得球权，双方是有24分的差距，39秒。那么屏东教大的教练呢，刚刚也提到了，如果对方是急攻，我们就急攻。走步了。嗯，这球其实完全是重心的问题。对，先想用假动作球往对手的后面抛，然后想说要骗掉对手，却没想到一时心急脚就滑了，走步了。我们看到最后的这30秒的倒数哦，屏东教大的谢坤宏没有在场上哦，刚看到他在旁边是在做手腕的一个包扎。陈世杰的外线，其实现在的北师大，我觉得虽然说落后了24分哦，但他们在整个防守上对篮板球的掌握，去发动快攻，用速度去推。这件事情其实到目前为止都还蛮努力的去做，因为教练会希望说这一场比赛是共同的去面对他们，而不是某几个球员去打。所以如果场上你要是不拼的话，教练就把你换下来了。我相信两队都会非常珍惜重视今天这一场电视转播的比赛。那
不仅是要拼冠军哦，也要把整个学校的一个训练的精神跟态度给端出来、啊。场边由屏东教大呢，在这边喊出了一个暂停，12:06，怎么利用最后的这一波进攻来达到一个教练所下达有效的一个战术？屏东教大的球，12:06倒数。哇，这是最不想看到的，陈中华持球时间过长，然后点了一下，走步要做示范步，就示范到裁判的哨子，这个走步为例，就是还是球没有下角度已经先动了。将功赎罪哦。带到了弧顶三分的位置，差一点点，36-59，而这是屏东教大跟北师大在争夺冠军战的中场结束，两队的比分，那么是由屏东教大是由大幅度的领先着北师大。
回到大专题的 SSU TV， 所为您送上的这是由北师大对上的是屏东教大，两队在这边要即将争夺的是男子组公开二级的冠军。屏东教大马上开始就取分了，而北师大也不遑多让。十二号的蔡正汉。这个快攻机会还好救了回来，哎呀，又是太想要捞球了，何义达。对，所以我们看到这段时间哦，屏东教大的球员哦，他们是绝大多数都是板凳球员，那看得出来林教练愿意让他们在这场上这段时间领先这么多的情况下去磨练他们。就这没机会，再传给了外围，我又带开，没两下又选择自己投篮。黄长廷这个球篮板下来之后给了郭宏远，球再回来。内线的脚步是不错，不过孙成佑可能体型上面过于单薄，比较单薄，在对抗性上是比较吃亏的。不过我觉得至少还蛮肯打的，这是可取的地方哦。不能说哦，我没有优势，我就不打，不打你球不往里头送，你的传导基本上对手很容易预测到。北师大的推进速度也很快。No looking pass， 左手上来。对，两人打小组单边的配合，其实并不着急哦。看出去更正一下，黄长廷发挥他这学长去带领到学弟的作用。哦，360度的旋转，可惜可能没有瞄准好篮筐。力量的放在旋转上面，最后放球的时候就没力了。可是最重要的是放球。是。哦哦，差一点。看一下场边，这个屏东教大好像要来一个四上四下了。防下。哇，林亮轩这个切进去多做一次交通错。其他是可以去攻篮的，也是有机会的。而且屏东教大几波进攻，他们切到篮底下之后，感觉他们都在二楼作业，哇，飞好高。对，我觉得这是他们个人的体能条件，就是说他可以做这么多动作，切进去之后，在进攻的时候，在空中转体做传球出来哦。他们也把他们的阵容这样子的一个球风哦，发挥的蛮理想。不过我觉得上了一级之后，他们要看这一年的招生哦，因为他们的招生名额里头有一般生，还有原住民的球员。那当然，这一批学长他们所创下的丰功伟业哦，学弟上了一级之后还要继续延续下去。这两罚罚进之后，也先下场休息一下。那么陈世杰换上场，上完场他就已经攻得了21分。对，个人冲出了巨量哦，这得分光是他一个人就已经得了21了。哦哟，这最难了，插板三分。黄长廷这个角度还插板三分，兵临城下，林时华箭头已到。北师大进攻快，这个屏东教大的进攻更快，而且非常有效率。如果照黄长廷这样打的话，屏教大还比较担心，因为你也没有切进来。当然，这个落后比分多达22分哦，怎么攻都还是一段差距。对。这一边看到谢元成。制造到谢慧龙的这进攻犯规哦。
有困难，但是越遇到困难，我越是要突破这个障碍。很执意要往里头打哦，其实我觉得这个包夹已经过来了哦，他整个球的处理方面、并没有退缩的情况出现。犯规哦，其实现在对于平教大来讲哦，应该说对北师大来讲的话，他到目前为止在犯规方面他们只有一次，所以我觉得第三节的后段他们在整个防守上可能在犯规上可以去做运用，而且特别点是平教大已经示范，也就是说对北师大而言往里头去哦强攻才买到犯规是有机会站到罚球线的。哦，晃一下。陈中华这个球打得很有自信，这场比赛已经攻得六分。哦，陈中华再回给外面，再塞给他，背上了单打。裁判底线裁判确认他是一个进攻犯规，因为手呢在旋转的过程当中有抱对方，扶了一下。如果这一球要是没有想到的话，就是 nice play 了，利用背框的转身动作。不过现在在整个吹判方面，对于你转身时候手部跟这个手肘方面，裁判是特别的注意。再起，田诗华这球又捞出来，又回到他手上，交给外围。救回来。其实北师大他现在并没有落后超过二十分，但是我们没有看到他们在堆叠三分攻势、就是说球还是不断的打快，然后切入去打。我觉得这样打其实是蛮辛苦的，因为他的节奏并不是很理想。难怪之前薛元成会选择到三分出手，因为他再不投，大概也没有人会投。不过时机确实是需要再做斟酌的。陈月攻得十分，不过北师大确实在得分上面是很差。哇！这一球谢元成想要用一个假传真上哦，但其实并没有争取到他有力的出手机会啊。我觉得他打球是很花俏，但是其实我们知道，你讲过程当中哦，你做了什么动作当然很重要，不过好像结果更重要。对，因为其实你要去骗到对方，但反而没有骗到。其实我们在今天的转播里头看到二级这些球员哦，蛮多人打球都是很有创意，很敢去做出不同的动作。他看到前面的机会，哇，球没有拿稳，可惜了这一次的快攻。施华出手，哇！谢成这个球直接传给黄长廷，果然是有默契哦。一传到位之后，直接拿球快攻，但是这其实还是从二十分变成十八分而已，所以还是最重要。这过程中虽然只有少两分，但是防守其实是做好了。从右边传导到左边，陈中华这多垫了一步了。
飞起来，身体的对抗。对，这一次我想薛云成的选择比较理想，因为在投篮不理想的情况下，你带球进去去切入，其实这我们刚刚提到犯规次数对于北师大来讲是可以运用的。屏东较大早就在第三节时候已经进入到了这个加罚状态了。薛云成两罚机会，第一罚没有命中。哇，两罚都没有。陈世杰小心后面。快攻，许分，郭宏源，目前攻得十分。这一球我们看到陈俊的个人能力突破非常快哦，正因为有他这样快速的推进，才能够制造出机会。哎呀，这一球陈世杰的犯规。教练当然最不希望看到就是这样就赔上一次犯规，因为既然你看到了，没办法抄，你要当机立断的先站好位置。不过这也不容易啊，看到去守，所以体能上的流失是要注意到，因此屏东教大应该是要准备换人的啦。孙成佑一个进攻的篮板，小心。十五分的差距。我们看到66号的谢坤宏哦，一上来之后就主宰了比赛。这时候对他来讲，这样的打法就合理哦，需要他在禁区里头的最后一米的地方把他打进去哦。虽然没进，你的体型还是会造成对方的压力哦。两罚中一，虽然谢坤宏在第三节就得一分，就刚刚那个罚球，但是他给球队的效应是远远超过他的得分。对，他的贡献是数字之外。耶！哇呀，谢坤宏这个球连续动作，裁判是认为有的。裁判认为说这个动作在他响哨之后啊，他是连续的，虽然他在空中动作很慢，但是这是没有停的。其实我们也都知道，每个裁判有他吹判的偏好。那有些球，这名裁判他会可以接受，有的他没法子。包括防守尺度、进攻像这样子的一个进算加法。当然，这时候我觉得要考验的是球员在场上，你除了自己打好球以外，你还能够在最快时间里头去了解到这裁判吹判的情况。你要适应他。对，你比方说你拿球之后去进行 low post 单打，或是你面框进攻去强制进攻时，他的允许的防守尺度在哪里？你自己做防守跟你自己做进攻时，你绝对可以观察出来。越早能够体会的人，我觉得在处理上会越理想。没交代好，又再争回来吗？没有，还在北师大手上。哇，薛云成这个球其实是赖不到犯规啦。打球还是实际一点比较好了，不要太过于花俏。他是想用经验去争取到这一次是制造犯，但是裁判其实结果谁殊不知裁判经验比你更老道。当然这场比赛我们看得出来，第三节北师大的一个防守也收到效果，分数真正追上来了，落后13分了。哇，还是要打他。但走步为例啊，都谢坤宏顶得住啊。不过我觉得北师大的孙成佑啊，他的勇气可嘉，你就是这是最好的
教科书，你面对到比赛的时候，你平常你要找到像这个谢坤宏这样的一个对手还不一定好找哦。对，就是说其实在比赛中你面临到这些压力跟问题时你怎么去解决，这是很重要的。哦哟，想用篮筐做个掩护勾射啊。啊，裁判变夹心饼干了。我觉得在比赛当中哦，教练是可以跟裁判适时的做一些沟通，就一定会有的、啊。我觉得这是必要的。其实我相信有经验的球员也会在场上时去做到适时的反应跟沟通，因为这对自己是有利的。但是千万不要笨到出现那种当面的这种冲突。没有啦，我觉得过程中应该都会去做到尝试，就是说去沟通。但是有些时候觉得说啊，怎么都还不吹，然后开始出现一些言语的时候，就是挑战裁判的尺度了。对，比如说最常出现的是裁判加油啊，或是这其实已经算老套、戴眼镜的算老梗了，老梗了，已经没有什么新招的感觉。对。但我们有讲过了，裁判他其实他们也都会有自己的偏好，还有包括大家都是人，一定会有没有吹看，你没有看到角度跟没有吹判到哨子，这绝对是有，肯定是有，那就是都是比赛一部分。对。但如果他真的出现很离谱的错误，你可以去上诉。对。我觉得这是相辅相成的，裁判要进步，选手球员也要进步，这都是两个必须要同时进行的。还是松啊，谢坤龙这个点。塞到了内线。送给了陈天赐哦，果然他这个球这出力就真的很有经验哦。他从他拿球第一秒开始，到他最后传出去，他从头到尾都在观察队友的跑动的情况。Catch and shoot。看起来光源还是比较适合在中距离的跳投。瞄了一下不守，我投三分。对，纯粹防守情况下你都不上来，他只有自己出手，因为他不是第一球，他开赛的时候就有了。王长廷的尝试也没有，看起来最后的五秒钟。大学如何利用这五秒？中间弧顶的位置的三分没有。那么北师大也放弃最后的这一波的进攻啊，因为毕竟时间已经到了，57-76，这是在北师大学对上屏东教大在三节打完的比分，还是依旧由屏东教大呢是取得了领先。休息一下，稍后马上展开最后第四节的比赛。再回到大专体育 SSU TV 所为您送上的，这是公开男生第二级的赛事冠军战。
北师大学对上屏东教大最后一节的比赛，第四节就看得出相当的激烈。虽然在比分上面是有些差距的，但是屏东教大在第三节可是不如北师大哦，因为北师大在第三节单节得分有21分，而屏东教大只有17分，所以因此也将这个比分缩小了，就是差距缩小了。但是屏东教大毕竟在经验上面呢，确实是比北师大来的优异。那么包括我们看到几波的进攻，还有持球的时候的一些处理呢，都是优于北师大。但是北师大的一个精神就是，你看到第四节一路的这样落后，但是他们从未有这种放弃的念头。没有错，其实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在第三节里头，当然平教他在整个人员上的调动哦，调度其实是蛮频繁的，让主副将都能够上去比赛。那这个过程中，其实北师大掌握到机会，把分数追进了。但其实当屏教大的主力再回来，或者他们在整个防守上也收到成效时，分数又再拉开了。特别是谢坤龙在这段时间的一个处理球方面，帮助的球队蛮大的。千万不要忙中出错。给到外围，没有人守，还要下面的队友提醒。这时候真的经验上还是有差别哦。当然，选择到最后的一个带球突破，净算加罚。我们看到滕坤宁，这三分都拿下了。吹了应该是非法掩护了。尽管说你挡完人之后倒下去哦，但是裁判在整个你挡人的一个路径上面去做到研判，是阻挡非法掩护了。北师大做人员的更替。也将这个谢元成哦先换下去休息。里面直线呢已经让他规划好这个路线，他就是要往这边做切入。切上瘾。其实应该是说他的研判里头是对手的北师大的防守，他其实并没有给他很大的压力，让他能够选择带球切入啊。哇。刚刚哦，上一个哨声响的时候是孙承佑的第四犯，马上过来就他的第五犯了。所以其实，在犯规方面哦，这确实是北师大要注意到，你的有人手有限的情况下，犯规也没办法控制哦。那当然，他们就要让板凳上来，在整个经验跟成熟度上面是有差距的。21分的差距，漂亮一个两人组合，哇，球没放进，没关系，再抢到进攻篮板。哇，滕坤宁这个球判断的非常理想哦。哎呀，整个成大体育馆都发出了哎呀这一声啊。林祥勋这个球，他自己也只能摇摇头啊。只能说手太滑了啦。这吹的是滕坤宁的拉手犯规。这个其实面对到他所防守的这个进攻者，他其实是空手的。你只要位置站到比他先预测一步，不需要用手来做一个拉扯，因为毕竟这三个裁判当中啊，有两位都是很资深的。正因为很资深，所以观察很细。对。底线的一个空档，及时的出来，球也及时的到他手上。对，在
谢元成下去之后，我们看到这时候黄长廷所要肩负到任务是更多了。这个球守得非常好，他已经预测到会往这个地方送了。这一球，光源不贪功哦，把球送到队友的手里啊。所以看起来领先十七分也不是非常的妥当，林家宏教练要把球再换上来。都十七分，其实像他们这样一个乱流就可以追个五分，你只要三个乱流就可以十五分了。只怕是一个很大的乱流可以一直追上去，这对教练来讲都不乐见哦。那当然磨练到反正球员的目的已经收到了，在这个时间点上确实是要把主力推出来哦，去确保胜果啦。陈世杰，谢坤宏，哇，一个人可以打三个。对，不出手，这一出手就要把人给撞开。不出手，他这个进，他这个进攻篮板跟他最后送球，其实这整个球的处理是蛮好的哦。他的优点是他不强攻，他不勉强的，他会做现在目前为止最当务之急应该做的事情。对，像他也不是说跳得顶高的，他用他的身形跟他的卡位、防守技巧都做到了。当然以他这样的条件，要在一级，甚至于说你说像 SBL 圆梦来讲，难度是有，可是在二级来讲是非常管用的。但我觉得他还是有一线这种机会可以去挑战看看，因为我觉得他蛮聪明的。对，我觉得当然，哇，我看到先看这些球，平教大的陈中华，陈中华哦。但我想 Dora 讲的也没错啦，因为确实，以他这样在二级的表现，未来如果有机会去报名参加选秀，还是可以去做到尝试哦。那如果球队可以，跟着练的话，对他来讲会是加分，因为确实都还有一些机会的、哦、对，因为他让我想起了姚俊杰、啊、没错，大概约莫的体型也差不多，打法这样哦。那如果姚俊杰过去可以打 SBL， 我相信谢坤宏也许还是有这个机会在、啊、我觉得他的体型还不错，但是就是可能体重会降个这个确实是在往 SBL 要前进的过程中所要做出的改变，因为以你的打法问题，哇，不过他这时候跑到最前头让大家看看，要灌篮吗？没有有难度是有啦，我相信两分放进最可爱啦。是。啊，黄长廷这个球其实，哇，在找寻到机会哦。如果照平交大这样打下去理想的话，他应该会成为今天第二场单场破百的球队，第二支要追上前一场比赛的康宁是有难度啦。但是就他们这个得分情况来看，应该是有可能破百啊。我们一起来期待。这时候我们看到光源下去休息，把谢元成换上来了，要拼最后这一段不到六分钟的时间呢、啊。看到前面这个黄长廷的一个分球，陈世杰在。第三节、哦、其实也是有点比较沉寂啊、哦，但原因其实他在场上时间也不多。对，因为第三节我们有看到，在整个人员轮替方面，其实平教大是蛮积极的哦。其实光他上半场二十一分就很不得了。球队多的是得分手、哦，看到你的转身。球又被陈世杰捞了下来，慢下来再打一个，篮底下一个大空档，运一下再起。哦，陈天赐这个球，就整个力量哦，重心放低之后直接拔起来。其实如果论高度来讲的话，北师大并没有太大的优势啊。哇，这个球往回传送到对手手里。
一样是在外围做传导。再看一下陈俊玉，哦，篮底下捡到篮板的是刚好天智，对，抓到这个进攻门刚好摆进哦。这算是一个非常成功的进攻，因为他们把24秒全部消耗完了，最后一刻把这2分给拿下。对，而且可以看得出来，陈天智积极的冲抢篮板，对，这队真的是正面的一个帮助哦。如果他没有在这么正面的进去，积极的去加这个进攻板，其实时间到，球权是到北师大手里哦。彭中华在这个时候，哇，等于重伤了北师大。对，这一针再打下去，差距又到16分了。嗯。场边现在出现了一次的暂停，96-67，是屏东教大跟北市大学在目前为止的一个比分。那么很有可能哦，屏东教大也会跟抗议大学相同的，在最后中场结束的时候，得分呢可以来到了破百。所以当然我们可以看到这两队其实今天在什么节奏上打，对，当然防守方面做得蛮好的，掌握到很多进攻，而且在成功率方面维持得挺好的，能够掌握到机会而去打到分，而不是说哦守住了结果攻回去也没进，一次两次攻不进，到门口下应该说到了篮筐下，然后你摆不进，那个多来几次就是重伤了，因为气势很伤啊。那北师大，我想也知道这一场比赛的差距是很明显的，所以把主力都换下去休息，让板凳上来。教练果然做到他所说的哦，去团队面对到这场比赛哦，即便是经验比较缺乏的学弟上来，也是可以很积极的去拼战哦，到最后一秒。在这个节骨眼，说实在的，有空档就出手吧。确实。因为他们是用副将去打平教大的主力哦，我觉得平教大的林教练应该也可以考虑把他的主力换下去休息啊。陈中华这个球，就慢慢掌握之后投进。陈中华目前一共得15分。哎呀，可惜，可惜了。这时候，屏东教大的教练呢，也听到了 Danny 哥的呼唤哦，将他们的副将哦，也是属于个头比较矮小的，准备要换上场来了。如果 Dora 今天也是教练，你会这么做？因为这个领先真的是蛮明显的，而且你的主力已经算功成身退、劳苦功高了啦，你可以让副将上来打才对。但是我或许还是会留一两个这个主将在场上，因为要他们来带着这个副将来打。所以你算是比较用兵谨慎的教练。有些大教练比较豪气的，就5个都上了，就show hand了哦。当然这确实是蛮合理的，就是说你要两只这个老鸡带3只小鸡啊去打，而不是说5只小鸡上去打就。我没有说过那个老鸡要留很久哦，他们是先让他们热开了哦，我再换下去，因为一上来他们不知道球场上节奏，对不对？不过我们看到北师大这边落后，他们打的还比较就是放开去打，让5名都是感觉出来并不是很熟悉比赛场状况的球员们去打，真的是功成身退了。包括了像是91号今天的陈中华，在面对到球队当中也是一个重要的要角，他攻得了15分。另外就是陈世杰，前面1、2节上半场靠他在撑着，就21分了。第四节得了2分，所以总共也隔了23分，也够了。那么屏东教大在整个得分上面已经来到了100了。100-69，这个最后的时候就是看大家怎么样把剩下的时间。对，好好的把它运用完，所以战术来讲，我觉得在执行上还是要合理一点哦。屏东教大完全是5个不同的球员在场上。
的组合，其实如果在未来啊，其实还是可能会遇到的，可能就是这些人了，因为一些学长的现在已经都换下去休息了。没错。然后到时候场地应该就是在一级的战场了。是。搞不好还是保级战。就是你打外卡的时候打赢才能够留在一级哦，但也不是说他们上去就一定打不好，只是说你，我相信这也是一个机会，他们在拼这个二级的冠军哦。那未来来讲的话，上一级，哦哟，没错，你看到平教大的21号吴博伟这个球摆进去之后，进算加法，板凳席上的队友们为之疯狂啊。在板凳席上，现在是基本上前面三节、四节都是在上面拼战的。他们体力其实还不错哦，还可以帮上面的人呐喊。那是一定要的啊。不过出口气嘛，有什么难的？不过我觉得这确实是在这段时间里头，学弟平时的练球，如果这时候能上去，其实学长都希望他们能够有所表现，那给予肯定。我想，这其实天底下走到哪都一样哦。其实当教练最怕就是我今天给你舞台，然后你就怯场。对，然后在那边乱谈说。我看到他并没有怯场哦，他现在整，他撒开了，我看。而且他的表情好好笑，要笑不笑的。没有，因为他可能想说，哎，没有响哨，只是裁判没有吹哨，继续啊。我连打两球，非常硬汉的打法哦。这边也不是省油的灯哦。陈振林。本场冠军战最后一分钟，也是大的超节，三分外线拿了就砍，106-72，时间剩下最后42秒，好，被点了一下，赶快把球拿起来，进攻时间最后10秒钟。哎呀！哇，林祥轩这个球想的比较多一点哦。吴博伟哦，以为他要出手了，因为其实对，因为那个地方跟时间其实应该是要出手才对啊。最后24秒，埋伏在外围，三分被拨了一下，没有碰框，所以时间一样照走。最后8秒，最后一刻又是他吴伯章上来，真的不到3分钟的时间，我看吧，2分多钟，已经3个 field goal 了，真的，36分的差距。那么这场比赛哦，北师大跟屏东较大，其实带给大家一场精彩的比赛。为什么呢？因为这场比赛呢，从一开头，屏东较大呢就取得了领先，第一节结束是12分领先，第二节结束23分领先，到最后这一场中场结束了108-72。而在连续的男生的比赛哦，2场比赛我们都看到了，是这个比分是破百的。对，而且在整个胜分方面是大很大的一个幅度哦，那取得胜利。当然，我想在这2场比赛里头，冠军跟季军战里面四队都非常的拼。那包括先前我们转播2场女生的季冠军赛哦，都很能够把握到这个机会去努力打。那当然，男生这一边，我们看到这四队哦，都是明年要从一级出发，对他们而言，这是一个非常棒的机会哦。那我相信，届时他们在整个全国球迷面前看到了，风貌又不一样，因为他们所要面临到的考验是很巨大的啦。是在明年呢，进入到第一级的比赛，整个成绩就不一样了。另外，今天在整个比赛的内容方面呢，包括了这个屏东较大哦，确实在成绩上面是比这个北师大在经验的部分呢是比较足够的。对。那么在助理球上面也是成熟了很多。对，我想对于林嘉宏教练而言哦，他曾经带领过球队往一级去前进过，那也知道说一级的战场和残酷的地方。对他而言，我想在这一个夏天来讲，不仅要好，当然我想招生也很重要啦。那在整个夏天的磨练，为来年做准备是非常重要一件事情。那当然，北师大我们也提到北师大博爱校区，我们要强调是因为北师大天母校区明年就是要从二级出发，那由博爱校区去打第一级的比赛。那我想，
以他们这样子一个阵容，确实在上一级的考验其实还是蛮大。那我相信这两队，今天能够拿下二级的冠军跟亚军来讲，绝对有他们实力在。那接下来就是看他们上一级之后的挑战如何去应应的。对，今天这场在二级的最终的这个冠军战呢，我们恭喜的是，屏东教大了是顺利的拿下了冠军，而屏东教大跟北师大博爱校区都带给我们一场精彩的比赛，也让我们看到了在二级的比赛当中，其实他们的成绩每一年每一年都不断在提升，也包括了在学校的这个基层的，我觉得学校也非常的支持，那也给予很大力量、很大的空间、很好的环境，让球员们、教练们才有这么好的一个空间。没错，因为其实在学生篮球里头我们也提过，不管是第一级或是第二级，其实很多学校包括一班组，我想在学生篮球里头校方的支持是非常的重要的。那校方的支持他能够拿出多少资源去支持到这球队，影响他们的战绩，这其实是很明显的。那当然现在我们看到屏教大这几年在整个招兵买马方面、招生方面的成绩也不差，所以拿到冠军我觉得实至名归了。对，那么对于校园篮球运动来讲哦，不仅是篮球了，只要是运动项目哦，其实你看这一刻在今天呢，他们顺利的拿下了冠军，然后也结束了比赛，其实休息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马上就要储备，为的是什么？为的是下一个赛季，也就是下学年度的比赛。所以运动员在这方面是非常的辛苦。不过我们也要非常感谢大专体总哦，像 SSU TV， 现在你透过 YouTube 可以看到我们为您带来呈现的这个比赛的转播，这对于学生们来讲也是一大利多。对，其实现在在整个赛事转播方面，我想大专体总不仅在今天的篮球，甚至到昨天的足球，还有乃至于棒球等等都有，我觉得他们不遗余力的在整个利用到转播方面去让赛事能够呈现出来。那当然有些人会认为说，那包括其他层级的比赛，我觉得这会都是大体总他会去考虑到的啦。嗯，那么可能在未来啦，因为现在的包括像是我们在做转播，那场边可能会有 SSU 的一些校园的记者，他们都是学生，他们会做一些报道。那未来会不会有可能在场边呢？利用这个闲暇时间呢，在中场或者赛后的时候，就像正常的这种电视转播，也可以访问一下球员，这也是大家相当期待的。对，我想这个是会是未来的一个努力的目标。我想大体总也会广纳意见去做到调整啊。是，那么辛苦的工作人员在这边为我们带来一整天哦，我们连续带来的四场的比赛，包括女子的这个二级的季军还有冠军战，再来就是男子二级的季军冠军战，也在这边告一个段落了。再一次的要恭喜的是屏东教大呢，是拿下了这一次今年的冠军，也恭喜了这四支的男子二级的队伍，他们在明年呢即将要提升更上一级，来到了是一级的比赛。而这场比赛非常感谢王成文 Danny 哥为我们带来精辟的讲说。谢谢。那么我是宋旭兰，也仅代表了大专体总的所有的工作同仁，在这边祝你们今天一切的顺利。那么我们在下一次的转播当中再见，拜拜，拜拜。